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！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，强者恒强。优秀的机关值得以优秀的炮灰擦拭。一把年纪都活在了拆迁对面这件事上。 来自长者的慈爱关怀已进了炮膛，好好感受一下温暖。老兵不死，只会逐渐凋零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忘记砸到你的头顶。看我的大炮不顺眼吗？ 抱歉，他对你的感受也是如此。来吧，互相伤害吧，摧枯拉朽的力量，一击入魂，将你轰成渣，不服老。